谁。跟你决斗，你敢跟我决斗？凭我手中的飞镖，跑！俊才，你快走！我来了就不会走，我要跟他决胜负。就凭你手上的竹镖，也想跟我决胜负？不错。我看你是大错而特错了，你既然活腻了，放心，周某人一定会成全你，还有你，你今天也死定了。俊才，你听我话，快走，你快走啊！我说过不走就不会走。好，这里动手不便，如果你真要决斗，就到外滩等我。可以。他已经到外滩去了，我一定要当着你的面杀死他，然后再杀死你。你怎么把君君小姐也带来了？因为他喜欢你，而且是真正的喜欢你，所以我要他亲眼看着你死在我的飞镖下。阿才，你快走，你快走啊！哼，太迟了，娟娟，你就乖乖待在这看好戏吧。你怎么不射出你手上的竹镖？以逸待劳。以逸待劳？我料准你的心态，你自是必能杀得了我，所以你先射出两枚飞镖，目的在戏弄我。既然如此，我又为什么要出手我手上的竹镖呢？哦，你果真料得这么准吗？我认为准这个字才是制胜的真理，迈向成功不二的法门。周鹏飞，你别忘了，我举发你种种罪行的时候，也是看准你得意忘形之余，必然会百密一疏，欠缺警惕。那是因为我上了娟娟的当。不过现在嘛，该是我向你们讨回这笔债的时候了。退一步来说，阿才，你手中的竹镖又能伤得了我吗？难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手？到了该出手的时候，我自然会出手。好，不管你出不出手，这第三枚飞镖可是要定了你的命。哎，这小子竟然这么有定力，难道我周鹏飞会阴沟里翻船不成？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出其不意地杀了他。我的眼睛！君君小姐，君君小姐，周鸿飞已经被我射瞎两只眼睛，坠入海中了。别怕，什么都别怕了。俊才。
俊君，事情过去了，事情真的过去了。阿姨，难道阿才这种过人的胆识，坚定沉着，把我从周鹏飞这恶徒的手中救我脱险回来，同时也收服了小刀会、斧头帮和上午门三股力量？阿才，如果扶危地下有知，必然会对你杰出的表现，除了感到欣慰之外，也会自叹不如的。不，太太，我怎么能跟唐大爷相提并论呢？再说。没有唐大爷跟太太，我马俊才哪有今天呢？不管唐大爷是否在人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效力。听你这番话，扶危有知也该无憾了。太太，有关钟鹏飞双眼中午的竹标坠海下落不明，我会马上发动广银行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他的尸体，这件事才算真正的了断。阿才，我说过，你现在是广银行的掌舵者，你尽管放手去做。多谢太太。阿才，阿才，我们终于找到周鹏飞的尸体了。怎么找到的？这说起来太麻烦了。阿范，还是你来说吧。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奉了你命令，动员广银行所有的力量，在周鹏峰坠海的附近展开全面的搜索工作。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了结果。就在距离周鹏峰坠海的南边十里处，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你们确定那就是周鹏飞的尸体？也许因为被礁石跟各种鱼类侵袭跟吞食的很厉害，已经残缺不全了，不能辨认。但是。我们在那具尸体上找到两项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周鹏飞。你们找到哪两项证据？一样是周鹏飞生前所戴的怀表，一样就是这只竹标。这的确就是我射瞎周鹏飞双眼的两只竹标之一。看样子，周鹏飞的确已经死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再去禀告唐大爷了。唐大爷，我终于把谋害你的凶手钟鹏飞给制裁了。唐大爷，你也可以安心瞑目了。诚如我跟太太所说的，不管唐大爷是否在人世，我马俊才都要为你效力。这是一项永远不会改变的事业。唐大爷，请放心，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脚步，不但把广阳行经营得更好，而且还要为华界的老百姓，进而为整个上海滩上的老百姓争权益、谋福利。唐大爷，你瞑目吧，你安息。帝臣 ，Peter 怎么不在啊？杨老板出去了。哦，那他有没有说去哪里？没说。我去买几本书，一会儿就回来。叶小姐，对不起，你不能去。为什么？叶小姐，你看了这封信，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兰，这半个月之中，我有要事要办，恐怕不能回来陪你。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最好留在别墅。什么地方也别去，皮特草上。为了我的安全，哼，皮特杨分明是想把我给软禁在这种别墅里。但是，在这半个月之中，他究竟有什么要事得要去办呢？杨老板，你召见我们三个人
可有什么吩咐吗？杨老板，你有什么事尽管交代下来，任何问题我三河帮替你摆平就是了。金福，在这上海滩上玩股票，你是一等一的好手，在市场上翻云覆雨的本领，可说是没人超越你了。多谢杨老板夸奖，雕虫小技不足登大雅之堂啊。孙呢，这大大小小你手上控制的十家报纸之多，并且有报业大亨的雅号，是不是？杨老板，这都是您多年的栽培、大力提拔的结果啊。哦，李强，你是三合帮的帮主，而这三合帮嘛，又跟小刀会、斧头帮和上武门是死对头，对不对？对呀，杨老板召集我们前来，可是为了对付小刀会、斧头帮跟上武门。李帮主，不必过急。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们可是我秘密结盟的死党。杨老板，这还用您提醒吗？您想扳倒哪一家有股票上市的公司，您尽管说就是了。杨老板，您看谁不顺眼，就凭我孙某人发动的舆论力量，不让他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才怪呢。我三合帮人多势众，在这上海滩上还没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杨老板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就是。好，很好，能听你们三位这么说，也不枉费杨某多年来在你们身上所投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现在言归正传，你们对广元行那个叫阿才的有什么看法？这个叫阿才的接掌广元行于先，而制裁周鹏飞于后，对我们来说呢，早晚是个心腹大患呢。尤其是这个小子跟小刀会、上武门和斧头帮连成了一气，新仇旧恨，我真恨不得马上做了他。杨老板，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为什么不趁着那个叫阿才的还没有做大之前，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呢？很好，孙仁的看法跟我不谋而合，我们的确应该先下手为强，给那个叫阿才的来个迎头痛击。既然如此，杨老板，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广元行了。不，为什么不？我们要出其不意，全面攻击公共租界记名的万兴公司。风云人物尽找且看谁，刘老板，不好了！李经理，什么事不好了？我们大冶橡胶公司的股票又跌停板了。这怎么可能呢？刘老板，这是那个号称股票大王的王金福的一贯手法，他先大量制造利息多的消息，等我们的股票攀高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就施出杀手锏，拼命的抛空。这下子我们的股票已经连续三个礼拜都跌停板。刘老板，这我们这边再也撑不下去了。快给我联络季老板。是。这太过分了，孙能手下的报纸凭什么把爹的疮疤给揭了？王龙，不管怎么说，爹固然是美华沙场的负责人，这些报纸制造沙场的劳资对立纠纷不算，还把爹的私生活描写得不堪入目啊。这叫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做人呢？少爷，小姐，不好了，老爷他……爹怎么了？老爷他……夏管家，爹到底怎么了？老爷他被报纸气得心脏病又发作了，送到医院急救去了。啊！
现在这些棉纱可是伟力公司的。你们这些棉纱现在由我们三河帮接收了。大头。德才，金平来了。啊，季兄，坐。啊。是不是皮特杨已经向你动手了？阿才，你怎么知道？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啊。截至目前为止，你的损失如何？万兴公司旗下的大叶橡胶公司等于垮了。美华纺织厂，他的负责人也死了。维利公司的一批棉纱被三河帮所劫了。这三河帮算是其中最厉害。如果预料的没错，这三河帮在公共租界还会制造更大的事端。阿才，这么一来，我是不是又可以打上一架了？你是知道的，我要是没有架打，手会痒死的。架嘛，你迟早会打的。不过你现在分别跑一趟小刀会、斧头帮跟上午门，邀约全大爷、谢长老跟盛少主，就说我请他们吃饭。金牛，你作陪。吃饭？不打架，光吃饭多没意思啊。吃完饭之后，自然就会有架打了。真的？季兄，我想请小刀会、斧头帮跟上午门各拨出一股人马，支援你对付来自三河帮可能的攻击。铁牛，这些人马就交给你指挥，你认为怎么样？太好，这么一来，我们绝对可以不让皮特杨得逞。好极了，阿才，谢谢你啊！这下我总算有架可以打了。杨老板，我来向你报道了。小兰那边怎么样？杨老板，请放心，我已经派人把别墅看得牢牢的，我甚至于把电话线都给剪断了。哦，很好，把小兰困在别墅里，不让她跟那个叫阿才的取得任何联系，是我整个计划中的大前提。碧城，公共租界那边现在怎么样？三河帮跟小刀会、虎头帮以及上午门的人马短兵相接的结果，牺牲相当的惨重啊。越惨重越好。越惨重越好，这样才能牢牢吸引住那个阿才的视线。现在嘛，该下第二步棋了。碧城，你叫孙能派一个又能干又有名气的记者来见我，我要他办一件事。请问你是于大祥，于记者吗？想必你就是唐有志，唐少爷。请坐。谢谢。请问你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吗？哦，是这样的，我想写一篇有关广元行继承权的特稿。据我所知，你是唐大爷的长子，对不对？对。这就奇怪了，既然你是唐大爷的长子，那为什么唐大爷的遇害之后，广元行不由你来接掌呢？这……唐少爷，最近毕报社接获不少极为关心广元行的读者投书，他们呢一直为唐少爷感到抱屈。为什么广元行的继承权不由您来接掌，而由一个外人来接掌？唐少爷，针对这一点，可否请你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太太，您找我。阿才，今天的《新星日报》你看了没有？看过了。对于《新星日报》的那篇特稿，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心平气和地彻底谈谈。有志，就一般情况来说，广元行的确应该由你来接掌的，
但是目前情况特殊，所以我才……不要说了，阿姨，请你不要再说了。有志，反正广银行已经由阿才接掌了，我们再谈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唐少爷，阿才，太太，我在想，我接掌广银行是不是错了？没错，如果让福威选择的话，他也会选择你的。但是唐少爷，我会好好开导他的。阿才，别让这件事情让你心烦，你公事忙，快去处理吧。这。杨老板，你真高啊！三河帮在外，唐有志在内，这内内外外不叫那个叫阿才的搞得头昏脑胀才怪。哼，你错了。我错了，我怎么错了？碧城，坦白告诉你好了，不管是打击万兴公司也好，或者是制造唐有志的心理不平衡也罢，这都是我的佯攻，建议转移那个叫阿才的视线。那么杨老板真正的打击重点又在哪里呢？女人。女人？哼，根据我的了解嘛，那个叫阿才的周遭一共有三个女人。唐娟娟嘛，周鹏飞不争气，已经被那个叫阿才的救回广阳行去了。至于小兰，则是我的专利。碧城，这第三个女人你可知道是谁吗？知道。哼，是谁？牡丹，百乐门的红舞女。前一阵子狗肉将军张大帅来上海开洋荤，这个叫牡丹的着实大大的风光了一番。这个花名叫牡丹的跟那个叫阿才之间的关系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个叫牡丹的本名江慧文，那个叫阿才的通常叫他阿文。据我了解，那个叫阿才的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阿文。简单的说，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逐渐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换句话说呢，那个叫阿才的跟阿文之间并没有男女间的那种情爱关系。也许。也许什么？知己这两个字也许是形容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最佳注解。碧城，不是我夸你，你的了解相当深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可是杨老板每天耳提面授的。而且那个叫阿才的有关资料杨老板每天也叫我反复的研究，所以我只有这种程度的了解，完全是奉杨老板之命才获得的一点成绩。再说好了，别扯得太远了。碧城，我问你，如果我把这个叫江慧文的或者叫阿文的把他给干掉，依你的估计将会给那个叫阿才的造成多大的伤害？杨老板，这很难估计。哼哼，我以为男女间能够成为真正知己的，他的珍贵性、永久性要胜过一般男女间的情爱。基于这一点，碧城，如果真能干掉阿文，将对那个叫阿才的造成莫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精神上的，而这种精神上的伤害极可能要超过肉体上的伤害。我明白了，杨老板，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干掉那阿文呢？这一点啊，就待你仔细斟酌了。阿才，铁牛，好久不见了，快进来。嗯。阿文，的确好久不见了。一点不错，阿文，我们真的好久没见了。是啊，哎，阿才，你现在可是广元行的掌舵者了，忙得连我请你吃顿便饭都不太容易哦。阿文，别挖苦我了，只是这阵子我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可是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好吧，就算你有理好了。铁牛，
你为什么又把双手背在背后呢？我，因为我，你又要送我一束花，对不对？奥文，你怎么知道？要不然，你的手为什么一直放在背后呢？不错，奥文，这束花送给你，你愿意接受吗？我当然愿意接受了。真的，铁牛，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是由衷的欣然接受。什么？阿文啊，什么叫做由衷的欣然接受啊？铁牛，阿文的意思是说，他打心底非常高兴接受你送给他这束花。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放心，我当然放心了。只是，铁牛。你还指示什么？阿文啊，我听说你要请我们吃饭，我连早饭都没吃，现在肚子早就饿扁了。放心，早就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铁牛，为了庆祝阿才接掌广元行，并且锄奸成功，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喝一杯呢？该，太该了。不过什么？你可不能，我干杯，你随意啊。我尽量就是了。风云人物尽，朝且看谁。李成，我问你。如果我们要干掉阿文，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杨老板指的可是华界侦缉队的古大队长。不错，认识他。阿文嘛，等于说是古大队长的半个姨太太。相对的，古大队长也提供了阿文相当严密的安全措施。所以我们要干掉阿文，必须先除掉古大队长。我们又怎么样才能除掉古大队长呢？只要两个人一到，除掉古大队长，也就是一桩水到渠成的事。阿才，喝杯浓茶解解酒。谢谢。你有什么感想？你指的什么？还记得当初我们的共同约定吗？我们要往上爬，拼命往上爬，一直爬到出人头地，飞上枝头。现在你已经爬得够高了，你可有什么感想？你这一问，使我想起了小兰的一句话。叶小姐怎么说？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这句话的确有它的道理。当太太叫我接掌广元行的时候，她曾经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权利，更是义务、责任跟使命。现在我才真正体会了他的真意，所以一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阿文，你呢？你有什么感觉？你想听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厌倦。厌倦。阿才，你一定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吧。但是我有一种怎么也挥除不掉的厌倦感，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硬填塞在我身上每个地方。我企图从这种感觉跳出来，可是却怎么也跳不出来。阿文，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阿文，你一定要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古大队长叫我在半个月之内不要再去百乐门舞厅上班了。为什么？还会为什么呢？过去我只是他半个姨太太，而现在他又嫌不够，要我成为他完完整整的姨太太，就这么回事。你愿意吗？我是说，你愿意成为古大队长完完整整的姨太太吗？什么叫愿意？什么就叫不愿意呢？阿才，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根本就无所谓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但是你却必须去做。我很抱歉。你为什么要抱歉？当初
我是说，当初当你开始跟谷大队长走得很近的时候，多多少少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固然谷大队长在保护你，但是在保护你的背后，岂不是也在保护我吗？阿才，你就别言过其实了。但是什么？还在小上海舞厅的时候，我就认识谷大队长了，而且他的确待我很好，只是什么？我很遗憾，因为我是个死灰，而且早就是个死灰了。阿伟，你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死灰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阿才，让我们换个话题，而且是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好不好？钱公子，劳您大驾来此会面，杨某深感抱歉。哎，杨老板，你何必这么客气呢？我钱某谢您还来不及呢。哎，上一次你帮我介绍那个小玉姑娘，可真令人疼爱啊！比起周鹏飞帮我介绍那个什么燕秋丽儿啊，哎，那简直是大巫见小巫啊！小事一桩，钱公子又何必挂齿呢？哎，不不不不不，哎，钱某生平无大志，只喜欢漂亮的小妞。而且是啊，越漂亮越来劲儿啊啊！哦，对了，杨老板找我前来，可有什么吩咐啊？也是小事一桩，我们再等一个人，钱公子马上就明白了。哦，杨老板，刘副大队长到了。刘烈见过杨老板。哦，快免礼，坐坐坐坐。这刘烈兄一到，我们就可以谈正事了。刘烈兄，你对你们侦缉队的谷大队长印象怎么样？哎呀，甭提了，这家伙假公济私，为了一个叫牡丹的女人啊，竟然把队长弟兄拉去充当婊子保镖啊！刘烈兄，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娶谷大队长而代之，你可有兴趣？怎么没兴趣啊？只是杨老板，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刘烈兄，请问你们侦缉队的顶头上司是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啊？不错。哼哼，如果刘烈兄把谷大队长种种的罪状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奏上一本，再由钱公子向他老爸悄悄编鼓，如此这般上下其手一番，这个谷大队长岂不被降至外调才怪呢？糟了。奥三，什么事糟了？谷大队长被降职外调了。哦，奥三，什么叫做降职外调啊？简单的说，就是他不再是大队长了。谷大队长。哎，牡丹，别再叫我什么大队长了，我不再是大队长，我已经被贬到乡下去当小队长了。不。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谷大队长，我敬你一杯。干。干。我好感慨。别再说了。不，我一定要说。过去在华界，谷大队长你也够照了，奉承你的人，巴结你的人，还有求你帮忙的人，哪一天不多得如过江之鲫。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践行。这个社会，我真是这么现实，这么冷酷，又这么无情吗？牡丹，不要再说了，真的不要再说了。哎，喝酒，喝酒啊！哎，你们怎么来了？我看了报纸就赶过来了，谷大队长。来，哎，坐坐坐坐。阿才，铁牛，哎，我们先喝酒。喝酒啊，喝酒我最内行了。谷大队长，让我陪你喝个痛快。谷大队长，我坦白告诉你好了，过去啊，我有点讨厌你，因为你跟阿文，但是你毕竟是一条铁铮铮汉子，来，我敬你，干。谷大队长，为了你保护阿文，也为了你曾经救过我们，我敬你一杯。好，干。谷大队长，
也许我不该问，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问一下，有关你降职外调的事，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么回事？喝酒干嘛还提这档叫人扫兴的事儿？顾大队长，如果这件事关系到阿文的安危呢？你是说？顾大队长，形势至为明显，顾大队长若这么一走，那么保护阿文的人员必然也会马上撤走。如果你能告诉我有关你降职外调的背后真相，也许我就能够猜出这件事背后所存在的真正用意。好，我说，如果猜得没错，这件事不外乎有两个人在搞鬼。哪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副手刘烈，另外一个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前副司令。真的是前副司令？我降职外调的条子是他亲自下的，怎么会错呢？听说皮特杨最近帮钱公子介绍了一个新的女人，难道这一切都是皮特杨在搞鬼？如果真的是皮特杨在搞鬼，那么阿文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奥才啊，你又在动什么脑筋啊？阿文，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待下去了。为什么？如果我猜的没错，有个很可怕的人要杀你。阿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因我慢慢告诉你，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广元行去。云人无尽，找谁看谁。皮特杨，阿才，你说要杀我的人正是皮特杨？准是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皮特杨玩什么把戏，原来他之所以在公共租界制造事端，他的目的是要转移我的视线，他真正要加害的对象是你。为什么会是我呢？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就为了这一点？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阿文，如果你真的遇害了，我又将面临多大的打击呢？阿才，我不准任何人杀阿文，我绝不准。我当然不准。从现在起，铁牛，你放下所有手边的事情，只负责阿文的安全，明白吗？明白。阿彩，你放心，我即使把命拼上，我也会保护阿文，不让任何人碰他一根汗毛。那个叫阿才的，真的把阿文藏在广元行？杨老板，我查证过，绝对没错。杨老板，你笑什么？倘若那个叫阿才的把阿文藏在一个其他隐秘的地方，这件事情反而会棘手了。现在他把他藏在广元行，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事情怎么会好办多了呢？毕成，你可要把我下面所说的话仔细听清楚了。阿文啊，你怎么了？没什么。但是你怎么一点也不快乐呢？阿文啊，你跟我好不容易凑在一块儿，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我是很高兴。哦。阿文啊，你想吃什么我帮你去买，你想做什么我帮你去做，你一定要高兴起来，快乐起来啊。我尽量就是。哦。江小姐，唐小姐，我们好久不见了。我们是好久不见了。铁牛，我想单独跟江小姐谈一谈，可以吗？当然可以。你们好好聊。我去外面把风啊。唐小姐，你想私下跟我聊些什么？江小姐，就从男女之间的爱情谈起好了。你认为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又是什么呢？也许是一个梦。一个梦？唐小姐，你不认为吗？这世界上最美的事就是个梦，真正的爱情也是一样。你想保持那份很久的美感，就得有一份距离。
失去了距离，美感往往就不存在了。剩下的问题是，什么是所谓的距离呢？也许就是牺牲，就是奉献，就是默默的燃烧，就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唐小姐，我感觉得出来，我们是同病相怜，你说是不是？你是说，我们都喜欢俊才，而俊才真的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我早就说过了，我是一个99%的死灰。唐小姐，也许你还有希望。不。为什么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我知道。你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真正爱你，那些事全不重要，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人再也不完整了。我江小姐，你可知道我来探望你的真正用意吗？是什么？如果我没看错，你跟俊才不但是患难之交，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固然，男女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往往不能成为夫妻，但是应该也有例外的。江小姐，你为什么不设法去制造这个例外呢？而要认为自己是个99%的死灰呢？唐小姐，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对我说这些。我也没想到我会跟你说这些，但是我说了，而且说的心里很舒服。无论如何，江小姐，请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所说的一切。唐姐，唐姐，也许我怕做梦。为什么怕做梦呢？如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只有存在于梦中，我们又何必去做那场梦呢？阿文，你到底想说什么？阿才，你还记得我们大醉之后我所表白的心声吗？我说我真正的心愿是希望能跟一个我心爱的男人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厮守一辈子。我当然记得，我曾经……你曾经什么？我曾经引用过你这句话跟小兰说。阿文，你怎么了？原本我想鼓足了勇气问你，阿才，你愿意当我那个心爱的男人吗？可是我现在这么问你，岂不是多此一举吗？阿文，我很抱歉，我真的很……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阿才，我真的累了，我想去睡。
文，阿文，阿文，我终于想到一个能让你开心的办法了。是吗？怎么不是呢？你猜我带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然是积木了。哦，你怎么知道是积木呢？盒子画的是积木的图案，不是积木又是什么呢？啊，是啊，我怎么越来越笨了？铁牛，人笨一点，有时候反而会好一点。嗯，为什么？不谈这些了，我们来玩积木好不好？那当然了，要不然我带积木来干嘛？来。阿文，阿文，阿文，你搞什么鬼吧？你害得我跟阿文好不容易堆起来的积木，你全倒了。对不起，对不起啊，阿文，有你的电话。哦，谢谢。阿文，谁打电话给阿文啊？这个电话有点怪。有点怪。喂，我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江小姐，请你把话听清楚了，我只说上一遍，你的弟弟阿平正在我的手上，如果你想让他活着，就乖乖听我的话，单独一个人来我说的地方。我知道了。哦，好好好，我马上就来。阿范，你说怎么办才好啊？你跟着阿伟留下记号，我去找阿彩。哦，从疗养院带来这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翘辫子了，更何况他早就没有知觉了，我们岂不是成全他了？现在嘛，该轮到你了。我来救你了，就凭你，试试看就知道。你去叫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